巴西小城塞拉纳全面接种中国科兴克尔来福疫苗的试验结果公布。6月1号，中国科兴公司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据介绍，接种疫苗后，该地区因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95%， 有症状的病例数下降了 80%， 住院人数下降了 86%。 塞拉纳是巴西圣保罗州的一个市镇，有 4.5 万名居民，其中 2.7 万成年人接种了两剂量的科兴疫苗。研究发现，科兴疫苗有助于避免感染者出现重症、并发症乃至死亡。就这个结果呢，其实再一次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信心，说明呢，即使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流行的状况下，就比较高流行的地区，而且有大量的这个变异株存在的情况下，那么科兴的克尔来福还能够表现出非常强的这个对抗病毒的这个效果，能够获得了非常好的安全性结果，那么有效性结果也持续的被证明，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疫苗能够非常显著的降低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所以呢，这些呢数据呢都给我们强大的信心。当天已经封装好的100万剂科兴疫苗离开生产厂区，几天后这批疫苗将运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助力当地疫情防控。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一批呢疫苗呢，就是供给多米尼加的疫苗，总量是100万剂。我们希望能够，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我们能够供应更多的疫苗来共同应对这个新冠疫情，然后来把控，让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早日恢复到正常。刘佩成告诉记者，科兴已经建成了年产20亿剂新冠疫苗的生产车间，生产正在全速推进。目前，科兴已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使用，全球累计接种科兴疫苗数量超过 4.3 亿剂。我们已经向全球接近40个国家来供应疫苗，截止到昨天，我们向全球供应的新冠疫苗已经超过了6亿剂。据不完全统计的，我们实际接种的量，就是接种克尔来福的疫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4.3 亿剂。这意味着就是全球每五支新冠接种的新冠疫苗里面至少有一剂是由科兴供应的。针对全球部分地区出现的新冠病毒毒株变异情况，科兴中维副总经理孟伟宁说，相关研究正在持续跟进中。